美国 CNN 曾经报道，台湾有十件无人能及的事，其中遍布全台的夜市排名第一。台湾这座岛屿拥有超过300座夜市，摊开台湾地图，2/3以上的乡镇起码都有一座夜市。夜市的密度之高，反映出台湾人对美食文化的热忱，也是台湾最朴实无华的常民生活写照。我在台湾生活快3年，发现台湾真的各种场景都会有。国外观光客来台湾最想去哪里玩？别惊讶，台湾夜市已经超过故宫博物院和台北101大楼，成为观光客的首选景点，每100人就有73人选择去夜市。台湾的夜市威名远播，美国 CNN 曾经报道，台湾有十件无人能及的事，其中遍布全台的夜市排名第一。台湾这座岛屿拥有超过300座夜市，摊开台湾地图，2/3以上的乡镇起码都有一座夜市。夜市的密度之高，反映出台湾人对美食文化的热忱，也是台湾最朴实无华的常民生活写照。我在台湾生活快3年，发现台湾真的各种场景都会有夜市，跨年啊，灯会啊，选举，夜市都是必备。这次带大家看看今年跨年的夜市有什么惊喜呢？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今天晚上来参加南投的星空闪耀跨年晚会，标配一进来还是夜市的场景，有吃有玩。就讲夜市啊，看你要。耶！你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糖霜饼干啊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手工的还是？手工的。哇！你们好厉害哦，这是艺术品哎。对，他就自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样。哇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耶。那我要选一个，太特别了，有能遇到这样的，你们是艺术家，画得好漂亮。今年是什么年？龙年。龙年的卖完了。太火爆了。那个是狗狗吗？对，他的狗。好，那我要的这个狗狗。好。我选了一只小狗的，帮他们推荐一下，好用心啊。这手工的手画的，每一只糖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来尝尝看。你们这样画一个要多久啊？画要3-4个小时啊。这样画要3-4个小时啊，我的妈呀，不简单哟。啊，我打开仔细看一下，来看，很细致呢，有不同的色彩。这个小狗在吐舌头，我来舔一下，甜甜的，有点蛋糕的味道，没有那么的甜，就是淡淡的甜味，酥酥脆脆啊，你看它里面的色彩非常的缤纷，赞赞赞，谢谢。吃着我的饼干来带大家逛一下跨年的夜市，现在歌手是流浪金子，给大家看一下小帅哥，调皮捣蛋。是炸的鸡蛋，我们来选台式蒜味，等待一下吧，来尝一下我们的炸皮蛋，你看，哦，外皮也是酥脆酥脆的，很香，但是单独吃皮蛋我有点，我有点承受不住，还是带回家给猫头鹰吃吧。三色地瓜球，它是正方形的，是不是要捏扁了再炸呀？捏成圆形再炸？没有，它炸了就圆形。啊，这么神奇！要炸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！哇，要开始压了。哇，原来这个锅是这个用处啊！这样压一压，等一下出来就变成圆形的，好有创意啊！哇，变得好大呀！老板，这是什么原理呀？为什么可以鼓这么圆？它正方形啊，里把它绕一绕，就画正方形，它边边角角去掉，它就变圆形，像吹气球一样的圆。它本来是这样的正方形，一块一块的。然后这样一番操作，就变成那么漂亮的圆球。哇，热气腾腾的刚出锅的哟，好香啊，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。三色地瓜球，尝尝看哦，刚出炉的。啊。烧啊，烫死我了，不能太贪心。好 Q 啊，真的是像吹气球一样，它里面有一些空气，让它变得更蓬松更 Q 弹。再来逛逛还有什么特别的，边听着我们后面歌手的音乐。冰粉历险记，那我要一个水蜜桃的，我要去冰。现在来加的这个叫什么？冰粉。冰粉，中国的一种树，它叫冰粉树。
这个是海天，这个是爆爆珠，咬下去它会爆，里面是水果的口味。哇，好丰富啊！这个小朋友一定超爱的。哇，好好看啊、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！期待一下。哇，看这个颜色好缤纷啊、哦，里面会爆炸出水果的口味。嗯，好惊喜啊！这个口感好酷啊，吃起来好好玩啊，在里面很滑，然后咻蹦出来那个水果的汁，尝一下下面那个叫冰粉的东西，冰粉树产的冰粉，花花嫩嫩的，跟爱玉的口感很像，好看又好吃。这边这家要排队的，他家的鹅啊超大的，哇塞，哇塞，这样挑起来更大。这个也很酷啊，馍娘娘肉夹馍。哇，这边这一摊非常有过年的氛围，红红火火，各种肉干啊、糖果呀，小朋友的最爱呀。小朋友果然走不动了，不只是小朋友，我朋友也被这一摊迷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宠物的衣服，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鹅啊包还是第一次看到啊，是来自布袋的，之前都常吃的是蚵仔煎。哇，看起来金黄酥脆的。看一下怎么做的，它下面好像是垫了一个碗，让它呈现一个圆形。好香啊！好丰富的菜，好多菜。哇，期待一下，现在开始炸了。台湾只有这一摊。小时候到冰肉摊来我这边吃免费的，我今年也是67岁了啦。哦，厉害厉害！我60多岁才研发的，不停止进步，一直在创新。我要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。来，好吃的芋头煎肉饼哦！哇靠，你无得买啦！哇靠，你的无得买啦！真的买不到，有钱你吃的买不到的。走了，我们去听演唱会，来吃好吃的了。每个摊位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或许是家族经营，或许是一位独立创业者的梦想，而这些故事在夜市的每个转角都得以展现。夜市摆摊人有着独特的精神，他们不仅是商家，更是城市夜晚的守护者，为看似平常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缤纷的色彩，感谢他们的努力。再次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支影片，吃东西要注意安全，上网更要注意安全哟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